我早上跟我老公吵架，因为我身体不舒服，然后我就无理取闹，然后他就凶我。可是我还是回家，就是煮中餐给他，打算等一下要带饭包去工地找他。然后我还买了一杯他爱喝的珍珠奶茶，半糖小冰。他如果等一下还是跟我硬碰硬，我就把这些东西送去给流浪汉吃。哈，老公。对，你要不要跟我道歉？全世界都有错，自己没有错。你要不要跟我道歉？我刚刚不是道歉了你？是对众人道歉是这种态度吗？对不起。对不起，不错，老婆可以原谅我吗？我不应该乱发文啊，然后对你口气很差啊，对不起，这几天委屈你了，我爱你。对不起，我无理取闹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回家做便当。你刚回家？对，本来就有的。这是家里的鱼吗？那个是我腌的那个鸡肉。哎，有辣椒呢。嗯，珍珠奶茶。你吃看看好不好吃？还有肉粉，我有弄辣椒。吃吗？我本来就很清淡。啊，那个是腌的肉。干嘛？蛋呢？蛋呢？要不要喝一口？等一下。好。很好吃。哇！你饿了？慢慢吃。很好吃。